两次去球场盛会的总统，我们的蔡总统在2017年，甚至来到我们 LPGA 的活动现场推杆。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的蔡总统，你觉得美丽化球场美不美丽？这都是这群工人每一天顶着大太阳，光风下雨都还是会去维护这么好的草皮，但是他们的老板两度瓦解工会，大量解雇我们工会成员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只会到球场推杆，享受美好的风景，但是对于工人抗争被老板打压的时候却不理不睬。第一次罢工之后，我们的工会要的真的不多，我们只是希望工作权可以有个保障。我们每一个人对球场都有感情了，每天这个时间上班，凌晨三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苦行出发的时间，这是我们习惯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爱护的球场，但是这个工作权要维护是不是非常的困难？是。我们罢工协议去年被跳票了，政府告诉我们可以去裁决，我们的裁决也赢了，政府告诉我们可以去主张违约金，告上法院之后呢，我们的雇主美丽华资方不但谈团协跳票，裁决也遏制不了他的恶行，竟然祭出企业并购恶法，结果我们黄河镇理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成员。今天罢工第十天，资方毫无诚心到什么程度？两次政府邀集劳资双方的协商，他是不是都缺席？对，都没出席，都没有出席。对，我们的政府在哪里？疫情很严重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可不可以在疫情底下，不要只有劳工是最大的牺牲者？可不可以？